来，大家再看一下，你看，你看我在这里，哎，你看，我们在这里，你看，是不是？我的手腕用得好，换，哎，换一下镜头，你看我的手腕用得好，我不怕，我这下我就出来了，我没有这样子就顶住我的，来拉往上。我去这样子去拉，它就是变成这样子。我这样子拉，或者说是这样子拉，拉出来的球没质量，而且都是掉的多。用拍杆下了，发不上力啊，兄弟们，在这个位置，腰眼的位置，你看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去，你有这个动作出来，基本上是吧？冲也可以，啊，但是。